那根筷子要卡住哦，就是觉得卡不住。在不移动杯子的前提下，有没有办法用三根筷子撑起饮料罐？哇，很远呢。三个玻璃杯抓不到。你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要正方。这样放着也可以吗？对，要放在玻璃杯上面。上面哦。啊。就是把它叠起来，不好乱倒，想把它架起来，可是好像架不起来。还有它，交错，延伸，这样。我等下手要放开了。对。三根筷子要卡住哦。就是觉得卡不住。刚才最后一个女生她就成功啦，有没有？她直接就放上去了，超厉害的。你学她试试看。我来试试看哦，可能用这样子的方法看看可不可以，这样子试试看哦。好，来哦。三。哇！我觉得你很有天分，你是八桥高手。这个竹筷子啊，它这样子互相搭接，这是个结构的问题，它达到了力平衡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再靠这个竹筷子中间的摩擦力，它固定了之后呢，就可以让这个重量在上面不会掉下来啦。互相搭接哦，博元这游戏真的很棒哎。喜欢这则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哦。